不说四十不惑，我今年39了也，从一个恐懂少年到一个创业者，经历过这个大国企的兢兢业业吧，到现在的这个瓶颈期，各种焦虑，创业者的这个重压。 但是无论如何，我是非常感谢深圳这个城市让我成熟。对于深圳来说，我记得陈之烈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说深圳的特产早就不是荔枝了，深圳在全球最著名的特产是企业家。虽然我现在还不能敢说自己是一个企业家，但是在深圳经商就有这八个字，我觉得特别贴切，就是没事不扰，有事必到。 让我们在不惑之年一起出发。